土豆小哥哥，你认识英俊潇洒、肤白貌美的光头强不？你带我来这里干嘛呀？我要回家。这个土豆小哥哥傻了，答都非所问了。哎，这不是动画片光头强吗？光头强，老豆子，我现在严重怀疑你没有看过《熊出没》，我要逮捕你，罪名偷熊盗贼。班纳，我才不跟你说了，我自己跑。老豆子，你还？哎，掉下去了。老豆子，你是光头强。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戴头套了，因为你没有头发，原来你就是光头强。班纳，你给我走开，我戴头盔是因为帅气。嘿，不开玩笑了，不开玩笑了。我知道你常年被脱发的烦恼困扰，所以当了光头强之后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脱发了。哎呀，班纳，你这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毛病啥时候能改改呀？特妈、凯特、爸、杰、豆豆，这都是谁呀？为什么我一个人都不认识？你看，瞎扯、瞎男、麻辣、小龙虾，我都认识。作者说这特靠谱，我怎么感觉一点也不靠谱呢？小伙伴们，你们认识这些熊出没的人物吗？